工作，就是要去摘龙眼，这是老婆娘家，很少这样拍片，是因为每次回来的时候就是当老爷，所以不用做啥事。那今天呢，因为要去摘龙眼，所以就特别帮大家拍一下这部片。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去果园，来顺便拍一下老婆娘家的果园在哪里。其实这个路途呢是不远的。古代的农家呢，其实房子的坐落跟他自己耕作的地方呢，其实是相当接近的。来看到前面用那个镀锌钢板围的地方，就是娘家的果园。那第一个你看到很高很高的树呢，这就是什么？人参果，人心果啊，人心果不是人参，人心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去了。它的苦瓜长得还真不错，比我们家的还好。OK， 我们现在开门准备进去了。这个也是现在农夫幸福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农夫呢，他有很好的工具，几乎人都不太需要往上爬，就可以摘到龙眼。那这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摘的方式。OK， 那我现在要上工，可以去摘龙眼了。